所以大致上跟我们我们以前40年前跟着师父上人，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忙，师父会上课旁边呢会带着一只来花就在圆门随时我们都可以亲近大师可以听到师父上人的法音宣流。那大悲殿呢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盖的所以师父是用这个四大菩萨的这种慈悲精神来让我们呢实际深刻的学习到佛法。所以大悲殿我记得民国66年4月8号，我就是在这个大悲殿由我们的师父上人呢举行出家批度典礼所以才有我如果40几年前师父上人没有帮我举行剃度典礼，我可能就到社会去沉浮了所以要感谢大师的慈悲摄受感谢佛学院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培养法身慧命的地方。所以师父上人的慈悲精神就你看大悲殿最早佛光山最早的第一个殿堂，所以我们要对内观世音学习跟倾听，所以叫观世音。对外呢观自在，你要学习内省，你能够内省内外协调，一切就自在了。就因为出了家以后因缘就不得了了，我就依教奉行到日本去走大学去留学了这是当时的相片，刚看笑脸啊！阿弥陀佛。去的时候不到30岁了，现在快要70岁了看不出来好，那这个是在我在1997年拿到日本文学博士的时候，师父上人呢刚好也在日本，他就在大阪的佛光道场写了应世无畏这4个字，这个墨宝做奖励，你说棒不棒？很欢喜很欢喜，暗喜睡觉都在做梦都在笑。这4个字是一个期许，可是也是一个什么很大很大的这个动力。因为师父上人勉励我们，身为佛弟子，既然身为佛弟子应该怎么什么都不怕，一直用真怕叫无畏师然后大师的慈悲呢，我们看这个是亲属会，佛光亲属会那师父为了让所有在佛光山出家的徒弟能够对俗家的父母尽一个孝心，所以在1993年开始举办佛光亲属会，就邀请这个佛门亲家回到佛光山这个大家庭，把佛门的慈悲孝顺呢带给这个社会所以一些人都误会了出了家猛了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家里的人都不管，没有，我们管得很好我们把爸爸妈妈都带到山上来，所以我妈妈也很开心，然后每次人家叫她玉妈妈她就说我捐了一个女儿，我赚了1000多个嘞。人家是一本万利，我妈妈她也是的，她说大家都叫我玉妈妈，好开心。所以这个佛门亲属也是师父的慈悲因为师父把所有我们的父母亲就称什么亲家、亲家所以呢，大师也把他的这个母亲呢也接到佛光山来。师父说尽天下人的父母作为自己的父母，所以大家听了都很温馨。1990年老奶奶来到佛光山，他就对20000多的信徒讲，他说我没有什么送给大家，我把我的儿子送给你们，伟不伟大？我们也要感谢老奶奶来把大师送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才有佛光山佛光会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使命。所以这种就是展现了佛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升华了这个精神
你看我们师父上的这一张相片有没有很可爱、哦、嘿，师父就是一个拐杖、啊、然后他到处呢、啊、查看，我们看到慧眼法师、啊、看到慧传法师、啊、那我们就知道说、啊、这个应该师父在勘察这个、啊、场地、啊、因为师父爱护动物啊。哦、我想大家也看过啊，师父上人那个鹦鹉也飞在师父上人的这个头顶啊手啊，因为我用了一个小沙弥的图片，你们心里就可以想象。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哦，这个观自在啊、哦，大悲殿的这种大慈大悲的精神，其实就是师父呢他提到的无我的生命，无我的生命呢以无为有，以退为进。以空为乐，以众为我。那这个无我生命也可以从心经里面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在这里呢得到一个印证、哦、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什么都有。这个师父上人的，你想你把拳头握起来，你是不是只有一个拳头，什么都进不去？你把这个拳头打开来，一切天下尽在掌握之中，以无为有、哦、以空为乐。我们常常口袋装满了东西就满了，装不下去，那你口袋空空什么都可以装得下去、哦、所以这个五蕴皆空、哦、也是师父上人呢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法财、哦、这个呢、是我在2004年得到教育部啊颁发的这个社会教育有功个人奖，在当时呢是也很特殊哦，因为也好在大学教书，其实也是师父上人的一个指示。有些人就说：“哎，法师你怎么没有在佛光，在南华，在你怎么在一所大学？”这就是师父上的愿。他的睿智啊，智慧之所在，因为一所大学，成功大学，需不需要佛法？需要啊。那我们到里面就同四社了嘛，我可以把学生带到佛光山户外教学，我可以把教授带到佛光山，让他们啊能够有佛法的这种熏习。所以最后我把大学校长也渡来了啊。一所大学的傅生立校长，他写信给大师说要聘我做系主任，日文系系主任。师父很开心，就把我推荐过去了。啊，那在这个有一次我介绍《人间福报》给校长，校长说：“玉法师，我是天主教徒。”哎，我说：“没关系啊，校长，这里面呢是世界大事啊，而且都是善的。”都是报道的，都是善的，没有一些不好的新闻。哎，校长就很开心。这个从此五年，我就每天啊，我就帮这个校长订报纸。五年后有一天，他跟我说：“玉法师，你不用订了，我已经叫秘书订了啊，秘书。”所以从此，每次这个一级主管开会，校长一定会用大师的话勉励院长啊、老师们啊，然后。20年后，一所大学校长要退休了，我跟师父上人报告，师父上人说：“嗯，好，把他找来。”第一次见面就聊了2个小时，后来这位大学校长就成为我们澳洲南天大学的执行董事啊，他已经忘了他是天主教徒了。所以这个是师父上的眼光啊。他老人家早就想好了，等你20年哦，终于把你等到，所以他也为我们的南天大学贡献了很多啊、哦。所以很多事情真的不能看眼前啊、哦。好，这个是奖状跟奖杯啊、哦。那这个呢啊、哦，你看这个是日本的学者平川章教授，也是我的大学指导教授。他老人家从来不敢坐飞机。可是为了来参加我们的学术会议，他第一次坐飞机啊，飞到台湾来啊。这个平川章教授也是日本的国宝，那已经往生。他来了以后啊，他就告诉我，吃了10天的素食啊，他说
很好吃，可是第十一天能不能换一下？很可爱的一个老人家哦，他是研究印度原始佛教的。好，所以大师的智慧啊，般若为目度众啊，为这个度众出迷航。师父上人说，以文殊菩萨的智慧引导众生走出迷途，获得光明啊。因为有了慈悲以后，要怎么样？要有智慧，要有智慧做前导。所以因为文殊菩萨是佛陀的上首弟子，也做过七佛的老师，所以佛光山丛林学院南众部的殿堂就叫大智殿，那大智殿供奉的就是文殊菩萨。所以师父也希望这个佛弟子们大家都有文殊菩萨的般若智慧，才能够斩断这个无明烦恼。所以在修行道上悲智双运，也就是说用慈悲的法门自利利他，用大智慧啊自度度人。所以师父说化心就要有力量。大师在佛光菜根谭里面告诉我们，为学要通事，人际要通情，个性要通达，求道要通理。你看有没有通情达理，师父的这个格局啊，面面俱到。你能够做到通事，就是要有学识，要有常识，还要有知识啊。那你人际关系你不通情达理就闭塞了。那求道啊要通理，不是用背的，理路要通，这样你就能够做事圆通，待人圆融，福至心灵，你就心想事成啊。所以发心真的会很重要。然后呢，我到了一所大学，那时候当系主任，我就捐了1000多册我们看佛光大藏经给一所大学的图书馆。2010年2月3号那个一所大学承办了一个98学年度的全国大学校长会议，我也建议请他们来参访佛光山。所以呢，在一所大学会议结束以后就由这个一所大学的这个校长、副校长就带60几所大学的这个校长到佛光山来。我们看到这个师父非常的，他已经等在这个传灯楼的前面来接待这些校长我们看到这个表情，大家都非常欢喜。还有一个校长说，我们以为星云大师高高在上，想不到他这么亲切，他也是人。我说对，他也是人。师父非常人性化的所以当时呢那个华万大学、中正大学、成功大学这60几所大学那时候我们的督捐院长辉传法师来做引导所以师父呢，他说他跟大家讲，佛教不只是宗教，佛教是教育佛教在我们这个全国的贡献，除了民间信仰、因果报应、道德观念，最重要就是生活的教育所以觉悟、自觉的教育其实当时师父上的一番话，那60几个大学校长都听进去了，有的回去呢就开始推动三好校园了所以真的教育呢可以改变一个人内心的这种格局这个就是在传道楼前面师父上人跟大学校长的这个合影，在2010年的2月3号。然后呢，这个是在1990年佛光山佛教青年学术会议我也刚好担任会议的主持人。这个就是我们大悲殿，大悲殿呢
以前是没有这一道的啊。那后来为了就是让同学们会更加能够专心学习，所以就有了这一道。那我们在佛学院的时候，常常在这个地方接地呢，跟同学们啊，这个户外教学呀，大家走累了就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所以丛林学院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哦，那你这个是我跟丛林学院的同学们呢啊合影，已经好几十二三十年前。现在这些同学啊，一个一个都是一方住持了啊。好，那愿力啊，师父的愿力呢？愿力细行佛光普照，所以大师呢说，用地藏菩萨的愿力，让佛法进入每一个家庭，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所以地藏菩萨呢，的这种慈悲愿力，我们呢才能够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有佛法。那大师就讲到，在佛光净土当中，从文化弘扬佛法，教育培养人才，慈善福利社会，共修净化人心。刚刚我们就秦居士呢也有提到这个四大宗旨。所以佛光山在全球的300多个道场、200多个事业单位当中，都证明都得到实践。那这位鉴真大师呢，秀琴刚刚也有提到，我为什么也要特别提到鉴真大师？我会出家，其实跟鉴真大师的，应该说我会到日本留学啊，跟这位大和尚有很深的关系。民国66年，我跟着大师还有我们长老师兄到日本，大家都在鉴真大师的那个墓碑前面诵经难过。66年刚出家，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就问庄师父说，啊，为什么大家都在诵经，在流泪，在发愿？庄师父就跟我说，你好好发愿，你就懂了。我就在鉴真大师的这个墓碑前，我说好，那我还要再来2次，那我一定要知道您在日本的社会当中的一个地位。就一直发了这个一个愿了，5年后我真的就到日本留学了。愿力不可思议哦。所以鉴真大师呢，日本文化之父，日本律宗的这个祖师哦。那师父上人呢，用了鉴真大师写的这4个字：山川异域，日月同天，即诸佛共解来源。然后师父上人很喜欢这4个字。这个鉴真大师的这个寄语啊，他真的是他的格局也非常的宏远哦。好，那行佛，师父上人的行佛悲智怨恨，师父上人以普贤菩萨的恭恨气理气机随顺众生，所以行难行之事让人间充满欢喜。所以师父说，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哦。所以这个悲智怨恨啊的精神跟智慧呢，让所有佛光山的大众能够在集体创作的过程当中来发掘自己的潜能，透过跟大众这个合众、乐众、助众以大众作为我们个人修行的助缘。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圆满菩萨道的一个助缘，也就是师父上人呢非常恢宏的胸襟，他的格局。好，阿弥陀佛。那接着我就要请两位啊，以佛法的观点来看这个人生的格调。阿弥陀佛。来鼓掌。谢谢师父的提问，也谢谢大家。那么我想人生的格调啊，应该就是指一个人他的品德啊，那么他的这个气质，或是他的风格，那格调的高低啊，其实跟他的学历、跟他的财富、跟他的地位啊，其实不是成正比啊。那么，但是一定会反映在一个人啊，他平日为人处事的态度跟行为上。所以说啊，态度啊，能够决定一个人的这个高度啊，格调的高度。那以佛法的观点来看啊，人生的格调啊，我想在《七佛通戒记》里面有提到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啊，自尽其意，是之佛教啊。也就是说啊，佛法教导我们的就是应该要遵循的这个人生格调啊，就是遵守其意。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提升格调呢？首先我们可以透过持戒跟禅定啊，来提升我们的人生格调。那么星云大师曾经说，持戒是修行一切善法的基础，也是一切修行的根本。那么持戒啊，其实它不是束缚我们，持戒是让我们的身心啊能够获得究竟的自由，那么增加我们道德的内涵，也让大家喜欢接近我们。好，那么佛教的戒律，比如说五戒、菩萨戒，啊，这些透过遵守这些戒律啊，可以帮助我们控制我们自己的欲望啊，那么培养我们的自制力，降低我们的烦恼，那么提高我们自己的品德跟格调。另外禅定啊，是情绪管理的最佳方法。那么禅定可以培养我们冷静、平和、专制的这个心态。那么禅定也可以减少我们在情绪上的这个干扰跟它的波动，提高我们内在的平衡跟稳定性。如果在生活中可以活用禅定，那么我们待人处事啊，就能够更灵慧善巧。所以持戒、修习禅定啊，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人生的格调啊。谢谢，谢谢张敏。第二个呢，可以提升人生格调的方法，就是虚心受教，谦恭有礼。我想没有人会喜欢跟傲慢的人相处吧。所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人都不是全能的，要能够虚心接受各种不同的指导和批评，和别人相处能够多一分的谦逊，就能够多一分的受益。像我们一遇法师也人缘是有够好的，人他是博士呢，留日的博士呢，哦，一般人博士都这样吃了三个经啊，那我们说的眼睛长在头顶上了。但是呢，一遇法师他就是这样人人好，非常的客气，非常的这个柔和啊，所以呢人缘就好。哎，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讲一个佛门的故事。话说有一天，一位对佛法成见很深的学者，学者啦，就是很有学问的啦，齁。南拳禅师呢，他感受到这个学者，哦，来势汹汹，他的气势啊。所以呢，这个学者呢，是来拜访南拳禅师，但是他感受，给人的感受就是这样，齁，就很硬的这样，三个经，齁。所以呢，这禅师他就一句话也不说，就只是倒茶要给这个学者喝。禅师倒茶的时候呢，倒着，任凭那个茶杯啊已经溢满了水，哎，水都漫出来啊，他还是没有停下来。这学者呢就看了很久，实在忍不住了，就说：“水满了，装不下了。”南拳禅师呢就自顾自地说：“哦，水满了，装不下了，就像你已经溢满的心胸，装不下一点佛法了。”禅师真的很有智慧，对吗？一个小小的动作，一句简单的话，就点出了这一位学者的共高我慢。我们呢，跟人家和谐的相处，一定要先去掉内心的执着，才能够接受别人的指正和提点，得到学习成长的因缘。用一份学习的心、谦卑的心、感恩的心，才能够真正与人结善缘，而且自己的格调才能提升，才会进步。谢谢大家。啊，也谢谢秋晴。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谈到另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格调的这个方法。
那么就是广结善缘啊。那么在《佛光菜根谭》里面有一句话，有这么一段话：做人要如滚雪球，要越滚越有人缘；做事要如织锦绣，越织越有成就啊。那么世间乱世，我们知道成也因缘，败也因缘，可见呢、因缘是多么的重要。但是善因好缘是需要我们去培植，那么需要我们去创造的。那么要怎么样去培植善因好缘呢？其实啊，就是我们要懂得结缘啊，而且要懂得分享啊，舍得分享。那么当我们多给别人一些好因好缘，相对的别人也会给我们一些善美的因缘啊。那所谓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啊，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有舍才会有得，懂得结缘的人啊，他会更有人缘啊，才能够广植福田。那么有一个广结善缘的实例，我们也请秋芹来跟大家做个分享好吗？谢谢，谢谢。佛光山的信徒中，有一位很受大家敬重的曹仲植长者，他一生呢行善无数，在很多的善行中呢，特别是捐轮椅啊，多年来透过佛光山的慈悲基金会，他在全世界总共捐了50万辆的轮椅，那真的是加惠了无数的家庭。那曹长者呢，他100岁以后，他仍然双脚健步如飞，可以说呢是捐赠轮椅的现世果报。那2014年呢，曹长者活到105岁往生，当他的骨灰送到佛光山万寿园要安奉的时候呢，刚好山上在召开第15届的国际佛光会世界会员代表大会，海内外将近1000位的法师信众代表呢，回到本山来开会，大家都发自内心的不约而同来为他念佛念香。这看起来好像是恰巧的因缘，其实都是曹长者生前广结善缘的结果。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身在宫门好修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在自己的岗位或者是参加的公益社团认真努力，以敬业乐群的态度在生活中与人家欢喜结善缘，为大众服务，点点滴滴累积下来的福德因缘，自然会让我们的人生格调更提升。谢谢啊，谢谢秋芹啊。那么另外奉行慈悲喜舍也可以提升我们人生的格调。那么有一次啊，我记得大师在中天寺弘法，那么大师在开示中啊，他就提到了一句话，让我的印象很深刻。大师说，一个人可以什么都没有，但是不能没有慈悲啊。那么我想大师的这一句话对我印象深刻以外啊，那其实以后啊，我也是往这个方向啊去依教奉行啊。那么其实啊，我们星云大师就是奉行慈悲喜舍的最佳典范。那么在1998年，大师得到西藏喇嘛
赠送佛牙舍利的善缘以后，就号召千家寺院、百万人士啊，共建佛陀纪念馆啊。那么又发起全世界百万心经日法僧啊，佛子巡境、全民平安啊的活动，让全台湾的信众能够共襄盛举啊，并且种植福田。这个啊，其实就是大师的慈心悲愿啊。大师的一生啊，奉行给的哲学，总是给人赞叹，给人满愿啊。那么心里想的都是跟大家结善缘，希望把美好的因缘都留给人间啊，留给大众。那么在《华严经》里面有一句话啊，常乐柔和忍辱法，安住慈悲喜舍中。慈悲喜舍啊，就是事无量心。那么实践事无量心啊，能够降服我们内心的贪嗔痴慢疑啊，这些烦恼。事无量心啊，其实跟大师为佛光山制定的佛光人四个信条啊啊，四格其实是相呼应的。那么持无量心啊，啊是啊给人信心；悲无量心啊，就是给人希望；那么喜无量心啊，就是给人欢喜；舍无量心啊，就是给人方便啊啊！谢谢大家。谢谢昭明的分享。我想请问大家，各位来到佛陀纪念馆，有没有看到向前有路的指标？有哦，那是要提醒大家呢，往前走。尽管看不到路的尽头，放心往前走就对了。同时呢，他也是大师要勉励大家，人生路上有顺境也会有逆境，只要继续往前走就会有希望。你肯努力不放弃向前，必定能够追求到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今天大家来到法宝山，有没有注意到两侧的弧形斜坡？那个斜坡呢，也是大师给人方便的巧思。他希望让行动不便的人不一定要坐电梯，可以缓步顺着斜坡而上，也欣赏到户外美丽的风景。很多这些看起来微小的细节，但是大师都会想到要怎么做才能给大众欢喜，给大众方便。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学习大师在生活中奉行慈悲喜舍，不但可以福慧增长，断除烦恼，更是我们提升人生格调的锦囊妙方。谢谢。好，谢谢秋晴。那么继续啊，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要懂得惜福感恩啊。那么大师说啊，福报啊不是修来的啊，那么福报是修得的。那享福之余，更要懂得惜福。那懂得惜福感恩的人，一定是有情有义、内心富有的人，也一定是格调高的人啊。那么我想在这个人间因缘里面啊，有一首大师作词的歌曲啊，爱的是修，很好听。那我想现在就让我跟秋晴来唱这首歌，跟大家做个分享。大家会唱的也一起来哈。爱的是修，修情修缘，爱修青春。爱就是修奉献牺牲，发挥热情。爱的是修无怨无恨，甘愿为众生。爱就是修时时享受，感恩的人心。爱
是生，爱是今生的相逢，爱就是生，爱是你我的缘分。谢谢大家。大师告诉我们，做人一定要珍惜因缘，懂得感恩，要能够心甘情愿地为众生慈悲喜舍，这样的人生格调才会有意义，也才是我们要追求的更宽广的幸福。谢谢。啊，最后啊，好，谢谢大家。最后啊，我想跟大家共同勉励，那么我们大家一起把握啊这短暂的人生啊，那么用慈悲喜舍的心啊去广结善缘，那么在生活中去力行三好，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那么是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那么很自然能够达到啊自心合业，人我和敬，家庭和顺，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五合的境界啊。那么我们的人生一定会处处充满欢喜，人生的格调啊也会不断的提升。谢谢大家，谢谢。好，非常棒啊！真的，今天觉得这个如沐春风啊！阿弥陀佛，感谢我们两位的这种法布施，我们很有默契耶。刚刚我们的副总会长讲到三好，我的 PPT 里面就出现了啊。因为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讲格调，这个做事要有格调啊，做人要有境界啊。那其实就是行三好四给，那我们也都知道要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哦。那这刚刚也提到说那个舍利啊，在1998年4月啊，大师在中正纪念堂恭迎佛牙舍利，当时呢，大师就跟当时的副总统连战先生就宣布了三好运动。其实三好运动大家都很容易做的，可是虽然容易做，知易行难啊。所以我们真的啊，要能够好好的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进化。所以师父呢，他终身投入教育，他关心教育，所以他把三好运动啊推到校园，他希望学校呢能够启迪学生向善向上的品格力。这里有一张相片呢，我来让大家看一下。这是1939年8月11号，师父参加圆光寺，圆光寺恭请道元老法师讲《大乘起心论》啊。这个时候，这个法那个演讲大会圆满，全体的纪念照。这张相片是有一次我去那个基隆海会寺的时候看到的，赶快把它拍下来哦。这里有大师啊，有妙国老和尚，还有道元老和尚哦。好，所以呢，师父上人的行佛啊，这个师父说常乐柔和忍辱法，安住慈悲以喜舍众。在跟随大师将近50年的这个师徒的生活当中，其实师父上人是身教言教。我那时候要去日本念书，我去跟师父辞行，师父就有没有钱啊，我都还没开口，师父就从口袋里面拿出来
这个拿去啊，不用记账，这个师父给你的零用钱。看师父多么贴心，零用钱啊。然后有一次我们放寒假，暑假都会回来，记得是37年的，不是37年，还没出席，73年。以前师父三人都会在过年前就会去全台湾的道场去巡视一下。那我回来放寒假，非常荣幸有幸跟师父同行随侍，所以从本山出发到了圆府寺已经快要傍晚了，要打板用禅了。当时圆府寺的住持，师父要来，大家都非常的很用心在准备打板了，还没看到师父哦，大家奇怪，师父是中体啊。过了一两分钟，师父就匆匆的走过来，冬天哦，可是师父满头的这个流汗，汗水。师父说，对不起，我晚一点了，因为我刚刚在浴室啊，我就顺便把浴室刷一刷，洗一洗。所以哇，那个住持啊怎么样，师父对不起，那个我们来就好了，是徒弟没有尽责，浴室没洗干净还让你费心。师父说洗得很干净，但是我洗完了，我洗一洗后面的人比较好用。我们都知道浴缸如果你没有马上刷的话，隔天要刷就比较难了，师父说我用了以后，我马上的就刷浴缸了，我也把地上的水都擦干净了，等一下进去的人就不会滑倒了。民国73年，在嘉义圆福寺，我那时候听到师父这样讲，我心里面真的非常感动，他老人家其实他不用的啊，因为徒众这么多也有侍者，可是师父怎么样身教言教，所以心里面啊很温暖。我想我们何其荣幸追随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大善知识，所以那一刻我就发大愿的啊，那个从此以后生生世世要做佛光人了啊。因此啊，我们都是接受师父上人的点点滴滴在影响我们，我们跟师父都是好几千年前就约好了来做佛光人，佛光弟子。我们下辈子要不要做佛光人啊？要，好，太好了。我们生生世世啊，都是师父的长随众，所以你看师父上人呢，你看这个是佛陀纪念馆，那时候还在盖的时候，师父每天每天的，你不管什么时候看，都看到师父上人在佛陀纪念馆在看工程那这里呢，也有一张。给大家看，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佛陀纪念馆是这样的一个设施？你可以选择跟佛馆，你可以选择跟佛光大佛一起合照，照了以后你就寄到你的 email 去了你看他这边还有日期这个是2012年5月29号所以这个师父上人啊，很先进呢，很先进，就是一切都是云端。像我们现在法宝堂也有元宇宙一样让你身历其境。所以师父上人说，深信正法，恒施诸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以师父一直用这个华严经的不忘初心，维摩经的不请之友，八大楞严经的不念旧恶，大乘起信的不变随缘呢，来勉励我们大家所以格局决定你的结局。那我们人的格局呢，是胆量，是智慧，是眼界，是见识，是爱心，是责任心，也是一种使命感我们常常说啊，这个事情不可能啦你说不可能就关起来了。所以大师从来不讲不可能，师父上人就跟我们讲要说 yes yes 不可以说 no。 所以大师告诉我们这个要心包太虚啊，量周杀戒。所以师父也推动这个全球书香化已经成为这个全球的运动了这里呢，我举了一个这个应该是师父上人举的扬州滇宁寺有一个对联：一寺九门天下扫，
两廊十殿四间席，这就是你看气派大吧，一个寺庙九个门，等一下子啊，两个回廊十个殿堂，是减少有、哦、但是我们想想佛光山今日的格局怎么样，更恢宏更伟大更有气魄、哦、所以房子的建筑啊，就是不同格局，那一个人的心量智慧也可以用格局的大小啊。师父的理念啊，这个我们刚刚也提过，以退为进，以无为有，以空为乐，以众为我。所以佛经讲法无定法，大师告诉我们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我们跟着社会的脉络一起跳动，可是在思想上我们要不断的创新。我们常常讲因缘对不对啊，没有因缘，你讲没有因缘，因缘会不会断？会。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创造因缘，所以高度不一样啊，胸怀跟格局就不一样。我们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就是一想就通，你不想把事做好啊，就是想不想把事做好是一种能力、哦、所以这做人安心交往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或聪明，而是人品，人品、哦、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高度、啊、他看到的都是问题，有高度呢都不是问题。我们看这一句话、哦、我是佛，这个是大师呢很喜欢跟大家讲，来我们一起念，我是好小声，我是佛，对，为什么大师教我们念念这三个字，你看我是加在后面非常好，我是健康的，我是富有的，我是优秀的，我是美丽的，我是漂亮的，好不好？好。对，要不要？要。对，所以我们常常讲我是的时候 I am 我是，你就怎么样有信心，自我肯定，你的格调就高了，自我确认，所以我们不断的自我肯定啊，我是最美丽的啊，我是最棒的，我们每天起床啊，照着镜子在告诉自己，我就是最美丽的啊，我是最优秀的，你今天会怎么样，摸明春风啊，真的说的话会甜蜜蜜，因为我是佛，佛是给人欢喜。所以法华经常说啊，常不敬菩萨，我不敢亲视如，如当作佛。这个以私心为己心，以私智为己智，在这里跟分享一个吃过最好的一碗面。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民国65年，师父上人到台北开会，我在普门金色看门，然后呢师父按了门铃，我就去打开门，师父不认识我，我认识师父啊，师父说啊，你是某某小姐，我说是的，那时候还没出家，我66年才出家。师父说我下午要去佛教会开会啊，肚子饿了，有没有东西吃？师父很亲切的，我不会煮饭、啊、我就说师父我去看看，师父就跟我去厨房打开冰箱，哦不错啊，有面啊，有菜啊，哦我们来煮面吧。我说师父我负责洗菜好吗？师父说好。结果真的啊，那一碗面哦吃到现在非常非常的、哦、这个感觉到师父亲手煮的那个面没有几个人吃得到呢、哦、心里想师父对一个小女孩都这么亲切哦，她然后这个真的是师父说用心感受，好好面对，这个滋味就在其中，真的滋味就在其中。很简单的就是加了白菜，我记得是冬白菜，因为师父吃面喜欢简单，就这样、哦、老人家呢对我们的这种慈悲跟呵护啊，真的是非常的铭记在心。阿弥陀佛。